Thank you.
这两日茶饭进的都少了，这是老天在惩罚我吗？命该如此。
您不怪我多嘴吧？刘先生不必多虑，但书房，当年老爷全盛之时，坊间也有些流言，虽大多是捕风捉影之言，也难免因此遭人嫉恨。先生可有破解之法？这夫人小产也算是府中遭了血光，依我看需用沾过煞气的冰刃镇压一下。烦请先生叫王勇从库中把我当年用过的那把金刀取了。
人。爸爸，是爸爸吗？萌萌，萌萌别怕，爸爸马上就来。爸爸，我没事，你别急。这该死的门！爸爸，我捡到了这个，给你。乖乖等爸爸，我很快就想办法回来救你啊。
道吗？啊，听到什么？是我儿，一定是我儿。灵儿，灵儿，你在哪儿？您不常在内宅走动，自然是不知道了。说你真在此处，你就叫我一声娘。
天资机敏，多巧力，秉忠守勤，终有报。请老爷宽心，要是有人敢对老爷夫人不利，我王勇绝不必胡思乱想。当年之事，如果真的有报应，只希望能让我一人独自承担，不要累积旁人才好。对了，那妖道托付的东西，哎，我早已妥善安置了。开始前拿下赵化石。好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城主别怕，有我在。
你们在哪儿？我害怕。这些时日，夫人总是眉头紧锁，一副黯然神伤的模样，让在下不知如何下笔才好。这是在下老家的一个土方子，睡前饮用略可安神静心。啊，如不嫌弃，我便交与丁香姑娘，为夫人煎一副试试。这事儿确实不寻常，夫人怕是思虑过度才会如此。之前那个方子夫人还在服用吗？依在下看来，夫人唯有静心养神，万不可胡思乱想。看夫人气色一日比一日更好，在下去重新调色润饰这幅画了。夫人此言可是当真？我听丁香姑娘说时还不大敢信。夫人不要忧虑，也许小少爷只是想要传递给您某种信息。母子连心，孩子怎么可能怨恨母亲呢？这个，我只是蒙老爷抬爱为夫人作画留影，请您不要为难在下。不知丁香姑娘对您说了些什么？在下真的不能，不能做。如果被老爷知道，怕是要闹出乱子来的。在下也曾经痛失过亲人。
时辰将至，请早做定夺。这，这是唯一的办法吗？此中厉害，在下早已言明。夫人如若反悔，我便去料理善待。等等，我去办，我不能让灵儿失望。杀人害命吧，只是为了灵儿向他们结婚。 我会好好供奉他们的，就像对灵儿一样好。
四病，诲人方显真性情。过来，我想看看。这恐怕老爷他会觉得不妥吧？这几个香囊，我是按照你书卷上的图样绣的。你带给那几个孩子吧。是。Thank you.
是谁？有人相告，我竟不知是你下的狠手。还我灵儿，还我灵儿！夫人，那孩子胎死腹中，根本没有活过呀！你休要狡辩，是你听信府内谗言，是你抛下我们母子不管，是你下令杀死了我的灵儿，也是你害得我含冤而亡。夫人，灵儿也是我儿，他若可活，我怎么？住口！你本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当年之战，一夜之间，多少无辜生灵死于你的刀下，我母子二人性命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如己无情，无义何念？屈辱之心，还我灵儿！仇杀！如此，就差一步，就差一步了。灵儿，灵儿，千万不可放弃。也罢，早知如此，娘当初，娘真是错付了真心。娘只有灵儿一人足矣。Oh.
既如此，屈辱之命终归其主。老爷应该保住你们的孩子，夫人多保重身子才好。夫人莫急，那孩子虽长大，但府中却还留有一个活命，且是至亲之心。什么？
萌，萌萌，你终于又回来了，殷夫人。殷夫人，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，你是谁？金戈铁马踏平整个村庄，一颗颗跳动的心，一具具尸体，还有我的父亲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关心你的什么恨，还我萌萌。是我谋划了这所有的一切，让殷夫人以咒怨之心化成恶鬼，让殷红被至亲之人挖心取命，用殷府上下所有人的性命抚平我心中的恨。直到看到了那封信，那封父亲以性命祈求殷红发兵相救的信，一切恍然大悟，大错已经铸成，对不起，夫人，救我们！萌萌，你就是夫人阴魂转世，你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和怨愤，只有你能救她。这里有太多怨念，唯有她得到解脱，我们大家才能得救。请帮我们结束这一切，让所有人都能从来出来，往去处去。世间蝼蚁，沧海一粟，还轮不到你来搅。
魂魔道，是因我之入书童，滔天罪业已铸成，我愿散尽百年修为，赎累世业债。明远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都过去了。啊，萌萌呢？她没事吧？萌，萌萌，萌萌是谁？